皆さんこんばんは。欢迎来到旅人的时光阅读笔记，我是棋子。我今天的朋友应该知道这个音乐是什么音乐哦，它就是电影《沙丘》的音乐哦。那当然，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放这个音乐就是想要跟他聊聊这部电影哦。在台湾呢，其实我们很蛮幸运的哦，在政府跟大家努力之下，其实疫情呢，其实从5月爆发到现在，其实很。跟其他国家来比，我们真的很快的受到控制哦。然后解封的时间跟解禁的东西也是，是慢慢的都很快的就开始。9月呢，暌违许久呢，我们终于又可以看，进电影院看电影了啊！我是一个非常喜欢看电影的人哦。那我看了两场，这两场都是同一部电影，那就是《沙丘》哦。很难形容看完《沙丘》的感受哦，因为已经很久没有看电影，到电影院看电影有这么大的震撼哦，那种震撼是完全在电影院才能感受到的震撼，各种感官的、视意的、视觉、听觉，哦，甚至我觉得比较夸张的就是你觉得连触觉都能够被这一部影片呢深深的吸引进去哦，而且离开戏院之后，甚至还觉得有东西留在自己的身体里面哦。其实我第一次看完的时候，当下就很想要马上再进去再看一次哦。那我也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其实我很快的简介一下这一部我这几年来看过最没有办法形容的不可思议的一部电影哦。这是改编自一个超级的非常经典的科幻小说啊，就是 Frank Herbert 他在1965年写的《沙丘》。那这部电影呢，其实在55年前写的，其实就写出了一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宏观视野的一个小说，然后这个小说呢，其实呢，它一直不断的在长大哈，甚至这个Frank Herbert 他死掉过去过世之后，他的儿子还继续写哦，最后呢就引出了一个非常非常庞大的一个未来的世界哈，然后后来今年现在有出中文版，就是把它出成了《沙丘六部曲》，他在描述呢遥远的未来呢，在人类发展人工智慧到极致之后呢，我们跟人类跟机器人大战之后，后来经过了好几百年的战争，人类当然就是有获胜了，但人类再也不敢相信任何的人工智慧跟科技，就是改由强，后来就形成了另外一种我们可能不太了解的未来世界哈。那在电影里面跟小说里面，其实你会觉得那个好像已经返璞归真，回到了不叫久之前的那个样子。啊，那个时候其实，衍生出了一些很特殊的职业哈，比如说就像是因为不能依赖电脑，所以发明了有一个职业叫精算师。另外呢，也需要领航员，因为需要做太空旅行。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很特别的一个组织叫做姐妹会哈，叫做那个 Bene Gesserit 哦，那他们是一个很特殊的组织哈，然后他们有很特殊的能力，全部都是女性。他们主宰了宇宙的平衡的一种力量。那这个时候呢，在宇宙里面有一个很特殊的一种东西叫做香料。啊，这个香料有点像是像我们地球的石油啊，非常的稀有跟珍贵。那个时候宇宙的人都需要用到这种香料才能去做很多事情，像时空旅行或者是做很多穿越时空的能力。然后这一个小说其实《沙丘》是在描述里面的一个非常环境非常恶劣的一个星球，叫做厄拉克斯哦，它里面有蕴藏了宇宙最珍贵的香料的，就是全部都蕴藏在这一个星球里面哦。那这个电影呢，其实是改编自《沙丘》的第一部哦。那这部电影其实
这个小说其实55年来有非常非常多人想要改编它，但是都一直失败哦。一直到2021年，我们今天可以看到这个版本是非常非常神奇的哦，就是由了导演丹尼维伦纳夫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沙丘的一个小说的一个科幻迷哦，然后一直很想要拍这个剧本，然后终于到了今天，我们才能透过大荧幕，能够感受出小说是在55年前写出那个庞大跟不可思议的世界哦。电影的部分其实是在讲说，本来在掌管这一个拥有非常多香料资源的一个海拉克斯的星球的一个家族哦，叫做哈克人家族。他们呢，因为被宇宙皇帝说要离开，然后要由另外一个名望非常高的一个家族，叫 Atreides 哦，就是另外他们本来是住在 Calendon 星球，它是一个生态非常相近像地球的样子的一个星球，然后被迫就要必须掌管了这个死亡之星哦。那明明知道是阴谋了，但是又不得不前往哦。那关键就是电影就在主要在描述 Atreides 家族要去接管这个星球，后来遭受到了哈克人家族的攻击跟反抗，然后主要最后的主角其实是在描述阿崔迪家族的 Po 的那个小孩 Po 他的成长哦。那这个小说呢，其实呢，1965年出版出来，像1970年的时候，其实就有人想要改编它哦，想有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哦，他想改编成一个20个小时的电影哦，大家想想看，20个小时，有人会想要看吗？而且这个20个小时的。那个时候，甚至还想要请达利，超现实主义画家达利来作为宇宙皇帝的角色哦，非常非常的奇特哦。后来其实这个电影就是一直有人想干拍，或者是真正有拍成，其实就是1984年的《沙丘魔堡》，是一个很有名的导演，就是很会拍惊悚跟悬疑，还有一些神秘主义的一些片的一个导演，叫 David Lynch 哦。那我自己也蛮喜欢他的哦，他拍了这一个《沙丘魔堡》，但是。电影完成之后，这 David Lynch 甚至不想挂自己的名字，因为这个他觉得这部电影受到很多干涉，他觉得这部电影最后不是他的创作哦。一直到了我刚才所提到的丹尼维勒纳夫这个导演出现哦。那刚刚小小放了一小段这个音乐呢，其实如果有印象的人，应该会知道这是电影《异星入侵》的配乐哦。那《异星入侵》也是一部我非常非常喜欢看的电影哦，连小说我也非常喜欢哦。那这一个一直等到这个导演出来，我们只能说真是天选跟神选的导演哦，就是在等他来拍出这部电影哦。那这一个小说呢？跟改编的其实影响了蛮多，我们知道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些电影哦，像《星际大战》、《骇客任务》哦，甚至连大家可能不知道的宫崎骏的《风之谷》都曾经被受到他的影响哦。那终于把这一部为在大荧幕才可以感受到这个电影由他被拍出来，完全超乎我们的想象哦。那这个真的要大家要看进戏院里面，其实。才可以感受到他的这个电影所能带给你的那些魅力跟魔力哦。那我自己也很喜欢《星际大战》，但我觉得这部片的拍出来的感觉跟那这里面的世界观，真是完全超越《星际大战》哦。里面的空气啦、氛围啦、沙子，你可以在戏院里面都可以感受得到，更不用讲里面的男主角，里面讲那个 Paul，就是演那个最近这几年非常非常红的那个甜茶所演出的哦。根本没有想到有一个人这么适合这个角色哦，他的贵族的气息跟忧郁的气息呢，真的是迷人到连我这种男生都马上被他圈粉哦。还有他的母亲哦，演他姐妹会的那个姐妹会母亲的 Rebecca Ferguson 哦，他们两个对手戏真是精彩到不行哦。那这部戏院哈，这部电影好像已经上映大概快1个月了哈。应该还有在上映，真的非常非常推荐大家一定要进戏院看，因为你用任何的
媒体在家里看，或者是用什么方法，都没有办法从在戏院里面感受到那种，你等于被丢到了一个浩瀚的宇宙跟星球那种没有办法逃离的那种感觉哦。台湾的话呢，推荐的这一部，我这几年来看过最震撼的电影哦，那我们就当然要来谈谈旅行了哦，延续我们上一集的故事的内容哦。大家应该很熟悉，应该有人蛮熟悉的，就是披头士的音乐和挪威的森林。那为什么会放这首歌呢？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聊哦。那我们从了沙丘哦，我觉得我每一次的这个主题呢，我都会用一些方式呢、元素呢，把它想办法把它全部串联在一起哦。从沙丘，我要延伸的其实也是沙丘哦，它背景是沙漠嘛，然后一个沙漠星球。那沙漠跟沙丘的巨大跟浩瀚，其实老实说我没有感受过。其实让我真的没有去过这个一望无垠的沙漠。但我第一个脑袋我想到跟沙丘有关的地方，其实是日本的鸟取。那老实说，我也没有去过日本的鸟取的沙丘哦，但是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哦。好，那我想要念一小段，我很喜欢的作家村上春树在《世界末日冷酷意境》的一些片段给大家听哦。因为这里是一个贫穷的小街，所以没有鱼有一个游手好闲的人，大家都在各自的地方工作的。你就到图书馆去读古老的梦吧，你总不至于想在这里逍遥自在的游耍玩日子吧，过日子吧。工作并不辛苦，但有事做，总比没事做轻松吧？我说，那很好啊。门房，眼睛看着刀子的坚韧，点点头。那么，请尽早一点开始工作吧，以后你的名字叫梦读，你没有名字了，梦读就是你的名字，就好像我是门房一样，明白吗？好，这是一段《世界末日冷酷意境》的其中一个小片段哦。为什么要念这个片段呢？为什么要从鸟取又连接到这个片段呢？哦，我要讲到我2006年呢第一次去东京旅行的时候。哦，我东京那天那这次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去东京哦，距离京都旅行，在京都旅行之后，我在京都之后才去东京，那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忘的一次旅行哦。那时候我去了东京写真美术馆，然后我在那一次的时候，在那个展场呢，哦，因为在那个如果去过写真美术馆，可能会知道说它外面有一个很长的长廊，然后。长廊上面非常非常的高哦，非常高耸。然后那个时候在那个高耸又巨大的那个墙面上面摆的就是，鸟取的摄影家织田正治的作品。那如果有看过织田正治的作品的人，可能会知道织田正治就是以拍摄日本鸟取沙丘为名哦。他的作品里面就是拍沙丘跟里面的家族跟人物，没有办法很难形容看到那种看他作品的那种感觉哦。其实。只是拍沙丘跟里面的人物，可是其实非常震撼，而且有一点魔幻写实的感觉哦。所以其实我一直对哦那一次的那个亲眼看在那个地方看到鸟织田正治的作品，其实记忆一直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哦。然后呢，写真美术馆旁边其实就是惠比寿花园广场哦。那很多大家不知道是大家喜不喜欢喝惠比寿哦，Ebisu 的那个啤酒哦，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哦。它在日本的其他啤酒，我觉得它就是有多了一份细致感哦。那我也是在那一次旅行第一次喝到这个 Ebisu 的这个啤酒哦。那一趟的旅行呢是冬天的一个旅行啊，也是我独自去东独自一个人去东京哦。然后我觉得那个就像一个远方的鼓声一样哦。那时候我去了京都了，就是喜欢京。那时候刚喜欢京都，才去也去了京都过两三次，还没有去过东京。哦，但是本来以为自己可能没有很喜欢这个，大家都会觉得说非常巨大、很现代，好像跟我们的都市没什么两样。哦，但是没有，我觉得这一个东京给我的故事就是，有很多东西就很像是迷雾一样。然后呢，又很像诗一样哦。那所以我个人其实非常非常喜欢东京，后来也去了非常多次哦。那为什么刚刚一开始会放挪威的森林哦？那因为我在那一次的东京的旅行里面，除了刚刚有提到了织田正治的这个作品跟写真美术馆的这个对我的印象非常震撼之后，其实我在那一次的东京的旅行里面，其实刚好
喜欢村上春树没有多少年，就依照了村上春树的里面的一些作品的一些地点跟走法呢，好好去进行了一个非常非常孤独的东京式的村上春树的旅行哦。我念一小段，在挪威的森林里面曾经提到的一个片段哦，那这个片段刚好描述了这个地方，这一个部分其实也是我当时在东京旅行自己曾经散步过的这个路线哦。不过以散步来说，直子的走法的确有些太过认真了。他从饭田桥向右转，走出濠边，穿过神保町的十字路口，走上御茶之水的斜坡，就这样一直走到本乡。沿着都营电车到居边，相当一段的距离。到了居边，太阳已经下沉，是个温暖舒服的春天黄昏呢。那个时候呢，其实我就真的从依照这个渡边跟直子走过的这个路线呢，好好的走了一次哦，走了非常非常久，然后甚至第一次就到了后来非常喜欢的神保町的旧书店街哦，走上御常试水的斜坡，后来才到本乡到居边哦。那其实后来也没有想到呢，在很多年之后呢，我带了我自己的铁道迷的儿子哦，我儿子是一个非常非常疯狂的铁道迷哦。那以后跟他有很多铁道旅行，以后我也会找好时间好好分享。我记得我跟我儿子就在这个地方，就在御常市的这个可以看到很多中央线、总武线，很多在穿梭的这个桥边，在这边看了好久好久。好，刚刚放的这个片段哦，是在侯孝贤《咖啡时光》里面的一个片段哦。啊，侯孝贤的为日本小津安二郎拍的这个《百年名旦》的这个电影我个人也非常非常的喜欢哦。那在讲的是一个日本的女生很想要研究那个台湾的音乐家姜文也，然后回到日本去，然后因为她为就是未婚怀孕嘛，然后碰到了一个录音师的一个故事哦。刚刚看的听的这片段，其实就是在御茶之水里的那个地方哦，列车交错的那个音乐哈、哦。那为什么配到这个？就是在那一个我带我儿子在这一个御茶之水这个地方，其实在那边看过火车，看过非常非常多次哈、哦。延伸到之前更早之前自己独自去东京的这一个记忆呢，就是每次都会在这些不断的踏查同样的旅程的时候，其实会不断的交叠在一起哦。那后来刚有提到神保町嘛，然后后来也是去东京都会去这个古书店哦。那我就记得在那一次去神保町的时候，也去了第一次去了那种营业到很晚很晚的那种咖啡吃茶馆哦。那在那边也买了几张 CD，这几 CD 我到现在都还在，就是我记得，是2张版本龙一的 CD，还有中央车站的那个原声带哦。啊，那个时候还是单身哦，那一个人的旅行就像是行程用时间制成的轨迹哦。对我来讲，很多很多启发哦，就是不论是村上春树的散步，或者是一直想要去的宫崎骏的美术馆哦，然后那个吉祥寺哦，下北泽。然后去东京大学里面的食堂吃饭，到本乡根津里面的散步，觉得这些事情好像就像是猫在做梦一样，一个长长的温暖的午后。后来在自己的心中里面，好像就存在了一个位置。后来其实我也不知道，多年之后我自己也会成为一个书写旅行的人哦，只觉得说这些东西其实从无数，我们就是从无数过去的我跟时间所构成的。就像是村上春树他在《挪威森林》里面曾经有提到的哈，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一片森林，也许我们从来没有去过，但它一直在那里，总会在那里。好，这些森林就是我们的记忆，也是我们经历过的一切哦。
好，然后就是简单的从沙丘到了鸟取的这个织田政治的，然后延伸到这个我讲一些自己东京的独自去旅行的这个片段哦。那今天要推荐的书，哎，也跟刚刚我们讲过的东西有一点关系哦。哦，这个相信这个音乐很多人都很熟悉哦。这个是宫崎骏的其中一部动画的配乐，好像是《霍尔的移动城堡》哦，《世界的约束》，我很喜欢的一个片乐哦。那为什么会从又讲到了宫崎骏哦？因为我们今天要推荐的书是跟宫崎骏跟吉卜力工作室有关的哦。那这一部。宫崎骏的也是跟沙丘是有关系的哦，因为沙丘的《风之谷》里面的王虫哦，如果你有看过沙丘的话，你会非常觉得在沙漠里面的非常巨大的，像是对那个当地的那个Garrowman 人来讲说，像是神一样的，又很恐惧的，又爱又怕的一个沙虫，其实就很像我们在《风之谷》里面看到的王虫哦。那我们今天要推荐大家的书呢，其实就是前阵子我看完的哦，就是《天才的思考》哦，它是由铃木敏夫出的哦。铃木敏夫是谁呢？他其实就是吉卜力的制作人哦。那看完这本书之后，你真的会觉得，如果没有铃木敏夫，根本不会有宫崎骏跟高田勋哦。那这一部作品呢，其实就横跨了19部吉卜力的动画的幕后故事跟他的秘辛哦。那讲到《风之谷》，1984年其实它是蛮早就上映的一个，就是比《龙猫》还要早哦。其实我也是很晚才看起那个宫崎骏的作品哦，《风之谷》其实刚好就是我看的第一部作品。那我说这些《风之谷》里面的一些片段跟沙丘是有关系的哦。读完了《风天才与思考》之后，其实我才会知道说，其实它不但是吉卜力非常早的一个作品，甚至。没有风之谷，其实就没有后来的吉卜力哦。那这一个天才思考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因为很多在台湾人，其实一定都曾经看过1到2部哦，宫崎骏或吉卜力的作品哦。那当然，看完这部作品，看完这本书之后，你会对你的。宫崎心里想的宫崎骏可能会有很多幻灭，因为宫崎骏就是一个霸道、很固执、不听人家。如果当他的员工，应该非常非常可怜哦。反而是另外一个导演哦，就是萤火虫之墓，还有那个狸猫河传的这一个导演宫崎骏，竟然其实放的是另外一个让人家觉得非常轻松、舒服又很喜欢的人哦。我来讲一小段这个书里面的片段好了哦，在做龙猫的时候呢，那时候宫崎骏其实本来导演并不是想要找自己，而是找高田勋。哦，他告诉铃木敏夫说：“哎，我不要当导演了，你去找高田先生。”然后他就把高田先生带到他们的那个事务所。结果呢，宫崎骏先生呢就一直拼命的要说服那个高田先生说：“哎，现在有这样的企划，我已经想要角色了，你什么都不用做。”就那个照我的角色来安排，你看宫崎骏就是这么霸道的人，然后其他就由你来主导就好了哦，因为高田先生一定比我更擅长处理这种事情。当然，高田先生死也不答应了，宫崎骏只好放弃哦。然后呢，回来的时候呢，铃木敏夫就跟那个高田先生说：“哎，你们2位很久没做，合作一下一定很有趣哦。”结果呢，后来就演变成。铃木敏夫成为这两个的夹心饼干，一个说不要，一个强迫别人要，另外一个就是说不要。那后来铃木敏夫那时候就想了一个点子哦，那既然龙猫没有办法单独来完成，那就请高田先生再做一部片就好了，不是事情不就解决了吗？
后来呢，冈山先生其实后来做的作品其实是《萤火虫之墓》哦，就是当时想到的企划就是这样子。那这时候呢，吉卜林的那个负责人他说：“哎，一次制作2部电影太勉强了吧？连东映动画都没有这种创举，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做？”哦，他本来都只是想要做了一个60分钟的中篇电影哦，其实。大家后来就会知道，其实这个《龙猫》跟《宫崎》跟《萤火虫之墓》几乎是同时上映的哦。对，然后这个时候他们两个就拿了这个合映的企划去找那个德间书店的山下副社长，结果被狠狠骂了一顿哦。他说：“龙猫已经满嘴妖怪了，现在居然连坟墓都来了，妖怪跟坟墓在下，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哦，非常好笑的。如果你有看过《龙猫》的原始的海报，《龙猫》原始的海报。你有看过？再对照后来，你会觉得有点点毛，怪怪的哈、哦。因为原来的海报其实是只有姐姐一个人而已哦，并没有妹妹哦，并没有小妹哦，后来才是增加了小妹的部分哦。那其实这一个天才的思考里面呢，写了非常非常多我们不知道的就是内幕哈、哦。那不管是宫崎骏的。吉卜林的，甚至像宫崎骏跟他的儿子宫崎吾郎之间的很多的战争跟冲突哦，宫崎吾郎后来其实做了《地海战记》嘛，又做了来自红花坂哦。那宫崎骏一直觉得宫崎吾郎没有才华，希望他不要做这件事情。可是宫崎吾郎一直有，因为他受到父亲影响太深了，而且从小父亲为了要做这个动画。都没有陪伴着他，所以他们两个父子的情节其实非常的纠结哦。在这一个书里面，其实也完整的呈现出来，所以他非要做出动画不可。我就等于就是他想要了解什么样的东西比他自己的，对父亲来讲，居然比他自己儿子还重要。他想要亲自了解。好了，那我们去的宫崎骏美术馆其实就是宫崎吾郎所设计的哦。那这一部电影这一个书里面呢？哦，不管是宫崎骏的一些固执，还有他的思考，还有他的霸道，还有他对工作人员的他也跟着对工作人员女性，他对女性工作人员非常非常好哦。还有高田先生的天才，还有拖拖拉拉，我、哦、最后都在这个铃木敏夫的这个我觉得铃木敏夫真的太厉害，就是一个超强的润滑油哦，可以润滑摆平了很多事情哦。如果没有他，其实就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么多精彩的吉卜林的动画。哦，这本《天才的思考》哦，非常非常推荐给喜欢吉卜林，或者是你没有很喜欢吉卜林的人，我觉得都可以，都非常非常值得一看哦。那你也会知道说，哎，为什么在吉卜林的这个动画跟那个美国的皮克斯啊，什么动画相差这么多，是用手工的动画。需要花费的这些时间、跟精力、跟金钱，其实都大到你不可思议哦。哦，这是我上个月才看完的一本作品哦，非常非常推荐给大家。哦，介绍完了一部电影、一个旅行、一本书，最后我们当然就要介绍一个符合今天跟今天有关的一瓶威士忌哈。好，我们给大家听个一小段音乐。Heart untethered, I was chosen to be a victim without knowing. You see beyond all my doubts. All I'm hiding, you bring it out. I lose myself to your control. 哦，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 whisky 呢，哦，也跟我们今天讲的内容是很有关系的哈、哦。大概我们提到，我们沙丘的导演叫做丹尼·维伦纳夫，他拍了很多很厉害的片子哦。除了《异星入侵》之外，其实最近的一部片应该是《银翼杀手2049》。《银翼杀手》是1980几年的雷利·斯考特所完成的经典电影哦。那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哦。那如果没有看过的话，也是很推荐大家去看哦。虽然它是比较久以前的片了，这一部片里面出现了一支主角非常喜欢的喝的 whisky，就是 Johnny Walker 的 Black Label 哦。那为什么要推荐这一支呢？刚好除了跟我们今天主题有关系之后，我发现其实听我们节目的人，也许很多人都是不喝威士忌的哦。
当然不会理解说这么烈的酒怎么会好喝到哪里去哦，可能就喝喝啤酒就觉得就够了。那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喝咖啡哦，我之前蛮喜欢喝咖啡的，然后我自己也会自己用手冲哦。我觉得威士忌跟咖啡有很多地方非常非常类似哦。如果你喜欢喝咖啡，我会觉得你一定也会喜欢威士忌哦。威士忌的各种香气、风味所说出来的那种层次感，其实是非常非常让你觉得就是一个很巨大的一个可以一直不断探索的一个东西哦。那2049《银翼杀手2049》里面，为了要跟《银翼杀手》致敬，其实也把了这个Johnny Walker 的 Black Label 呢，也放在这个他的新的电影里面哦。那 Johnny Walker 可能大家不喝威士忌，应该也听过这一个名字，好像世界目前世界上最多人喜欢也卖的最好的一个威士忌的品牌哦。那时候出2049，银翼杀手2049，甚至还为了这个电影推出了一个 Johnny Walker 的2049银翼杀手的限量版哦。非常非常夸张，对不对？好，那 Johnny Walker 呢，我自己也很喜欢，虽然他是调和威士忌哦，台湾人非常喜欢单一纯麦威士忌，但是其实调和威士忌也非常非常好喝。调和威士忌就是并不是同一个酒厂出来，它可能混合不同的酒厂哦。那它的层次感也非常的丰富哦。如果大家有机会喝到的话，入门的，如果想要入门，我也很推荐大家去从 Johnny Walker 开始入门哦，不管是 Black Label 或者是Green Label 哦，或者是 Golden Label 哦，这个都是调和威士忌，但是其实都非常非常棒哦。那它当然就是非常经典的威士忌的这个，那闻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香草的甜味跟果香哦，还有葡萄干，它喝下去非常滑顺，而且因为它有用到艾雷岛的酒，所以其实烟熏感跟泥煤味的那种麦芽的多层次感会让你觉得非常的丰富。很简单的讲一下 Johnny Walker 的这个由来，因为我觉得他的历史是蛮值得说的哈。那他在1819年的时候呢，就是就已经开始历史回归到这么久以前，200年前哦。就是他的创始者 John Walker 呢，他因为父亲过世之后呢，他就开了一间杂货店。那个时候其实还苏格兰还是酿私酒的年代哦，那很多的杂货店其实都会储存一种就是单一纯麦的威士忌，可是那时候单一纯麦跟现在是不一样的哦，但那风格就是没有办法，品质就是参差不齐哦。这个时候 John Walker 为了要突破这个现状，他就自己哦，可能他有天分吧，还有他的那个味觉跟嗅觉非常灵敏，他自己就调和出了一个很顺口的威士忌哦，然后就在他自己的杂货店卖，结果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哦。后来呢，当然生意好了之后呢，1987年的时候，他就推出了一个商业调酒，叫做 Old Highland Whisky 哦。这个时候就可以卖到苏格兰更多的地方去。不久之后，因为船运的关系在发达了，其实就到了世界各地，开始有可以喝到Johnny Walker 的这个威士忌哦。然后现在他所设计的精准的24度斜标就是在那个时候发明的哦，所以你可以想想看，在台湾1867年之后到1895年日本人这一段时间，其实已经有很多外国船来过台湾了嘛，你会相信那时候的人也许外国人就曾经带过 Johnny Walker 来过台湾的土地上面哦，很妙对不对？好了，一直到1909年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就正式的诞生了现在我们非常经典的 Johnny Walker 的红牌跟黑牌。哇，这个是所有的，这两支是所有的通路都买得到的，各便利商店啊、超商啊，什么通路都买得到的一个很经典的酒。你看1909年就的经典的口，到现在已经100多年，这个调味是已经到了100多年了哦。那当然后来其实设计出了绅士瓶的这种迈向向前的绅士哦，1920年的时候，他 Johnny Walker 威士忌已经卖到120几个国家了哦。到了1934年的时候，其实 Johnny Walker 更获得了国王乔治五世颁发的皇家认证哦。据我所知，好像只有很少很少的酒厂可以拿到这个认证哦。听完这个威士忌的故事之后呢，我不知道大家之后如果真的买一瓶来 Johnny Walker， 是不是会觉得更有余韵，更有那种风味呢？我相信是有的哦。
对，那我们很鼓励大家呢，这种让自己的味觉跟这种嗅觉呢，还有各种感官能够到提高它这个层次的这些感受哦，就有机会大家可以来一起来感受看看哦。今天一样拉拉杂杂讲了很多哦，从电影的《沙丘》哦，丹尼维勒纳夫哦，一直到延伸到。织田政治的鸟取的沙丘的摄影，到延伸到我们的东京的孤独的一个人的旅行，哦，村上春树的旅行，然后再讲到了吉卜林，哦，介绍了《天才的思考》的这本书，一直到最后，哦，《银翼杀手》的曾经在《银翼杀手》出现过的经典威士忌，哦，Johnny Walker 的 Black Label，那最后，哦，我们就。做一个想要以《银翼杀手》的其中一段话来作为结束哦。那我们其实每次的这个录音里面呢，其实都会攫取一些共同的元素哦。那也会比较跳跃，我不知道大家还习不习惯了。但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自己在做文字或者是一些创作一样哦。借由各种不同的岛屿，这些岛屿可能在散落在，但我们借由这种它不断的跳跃，然后去连接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一个图形出来，然后想要把这个图形分享给大家。好，那希望呢，下次呢，也可以想到很多很特殊的一些方式来介绍我们自己喜欢的东西哦。那未来呢，或许也会找一些朋友，喜欢旅行或者喜欢书的朋友哦，或者喜欢这些事物的朋友，能够上我们的节目哦，然后来介绍一些更多我们大家不知道的事情。好，最后我就用。这个非常经典的 Cyberpunk 的这个《银翼杀手》的这个人造人呢，罗伊巴体哦，他在这两年过世了哈，他讲了这一段话，我见过你们这些人无法置信的是，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的肩膀熊熊燃烧，我注视万丈光芒在天国之门的黑暗闪耀，所有那些瞬间都在时间中消失，一如雨中之泪。世界上。未来、现在、过去都有太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事情哦。那我们能够透过这种方法去理解、去想象，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得到更多美好或者是不美好的事物的地方哦。好，那我们这一集的节目呢，就录到这边，我们下次见，拜拜。